真的有一个人在水旁边拍的照片，他的照片是说啊，后面有个奇怪的女人，不知道蹲在那边冲他笑，可以帮他解决吗？于是乎，三人再一次出动，他。Hello, ladies and gentlemen, 台湾的朋友们，欢迎收看我的神秘博士节。今天的内容啊，又好笑了。我们之前照顾神通广大的网友嘛，不论丢什么问题都能够得到解答。但我觉得不是一定的啊。但网友的神通广大，还不是只有在回答问题方面。网络上有很多的神人啊，你丢给他各种图片啊，他都可以把它修成你想要的样子。就譬如你拍了照啊，旁边突然出现了一个路人，想让他消失，那还真有神人啊，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。而且还看起来非常自然，好像那个人从来没出现过一样。那但是啊，请帮我 P 图这一句话呢，却不可以乱说。虽然说有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完美的解决，拿到你想要的照片，但有的时候呢，这个非常厉害的网友啊，他们却会恶搞一番。不仅呢，你得不到你想要的照片，那你看到被修改后的照片啊，可能反而会因此崩溃。到底是这样子，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一张图是一个男生在自拍，那这个标题啊，他写着求弄一个悲壮的场景，他是在一个很普通的背景下拍摄的，那要怎样子悲壮呢？哦，这就是需要思考的部分了，感觉难度颇高啊。但是神人一出手就知有没有，这个这一个场景跟我一张，直接变成一张。这个神人给出这修改后的照片呢，还非常酷的说啊，够悲壮了，不必感谢，举手之劳。真的是笑爆。那因为照片有点太模糊的关系啊，我看不太清楚这旁边的字写着什么，但是大约能够从一些能够分辨出的字啊，分析出他大概是一个民族英雄啊，那还真的很悲壮啊，这个场景是完全的满分。然后这个求 P 图的人直接在底下崩溃。再来还有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当中呢，有一个美女骑着一匹白马，这个是不是美女？莫迪克是礼貌啦，礼貌。好，这张照片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呢？有，这个女生认为啊，这画面的确是美，但是就缺少了一个白马王子，可以帮忙我吗？于是乎，白马王子就这么出现了。哇，他的马头突然变成了一个男人，太屌了啦！不对啊，这不是白马王子啊，这根本是怪物了啊，这跟我印象中的白马王子也差太多了吧？这女人看到照片不晓得是哭还是笑哦。哭笑不得。说实在，这个神人弄给他的男人啊，其实还蛮有料的、啊、看来是一个肌肉猛男大帅哥，只可惜他的下半身完全不能够用就是了。再来这一个男人，他拍了一张照片，在这张照片当中呢，能够隐约的看出这个人的心情可能不是很好，但是他觉得这个照片啊还是不够忧郁，不够悲哀的感觉，他请求神的把他弄得更弄得更忧郁。于是乎，照片就这么出现了。天啊，他明明是闭着嘴巴，怎么突然就张开嘴巴，然后流出什么汤汤水水的鼻涕了嘞？这流了鼻涕还流了口水，这已经不是忧郁了，好惨！这个男人，这个男人真的好惨，他这已经是生病了哈，不是忧郁了哈，已经出现某一种障碍的画面了哈。再来有一个女生，她拍了照片，拍照片之后她觉得她黑眼圈很重，其实从五官上来看，那个人呢，她长得挺标致，五官蛮立体的啊，的确她黑眼圈有点重，那她就请求神人把她的黑眼圈给弄掉。那该怎么办呢？跟你说啊，帮她修图的这个人呢，不止修图的底子啊，她的美妆功夫啊更是一级棒，她完全完美的将她的黑眼圈给消失掉。怎么做呢？就是变成这个样子。出来了，这张脸，这张脸都黑掉了，黑眼圈在哪里？我看不到了。更重要的是啊，他还多出了一个月亮的疤痕。天哪、啊，这变成包青天了！当你变成包青天，我管你是黑眼圈还是雀斑还是什么痣，通通都不见，一次完美解决你皮肤上面的所有困扰。太屌了，他真的太屌了，这
真的是不能够乱开口啊。再来有个看起来算是帅哥小鲜肉的啊，他在一个柱子上面拍了一张照片，但他觉得这个照片呢不够有意境，这个人感觉是蛮中二的啊、哦、那到底要怎样子更有意境呢？哎，神人帮他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就是变成这个样子，就直接躺在担架上，哀伤已经100%满分。这个高手太厉害了吧，而且这一个人的影子啊，阴影啊也弄出来了，躺在担架上面的阴影也弄出来了。然后从那个推担架的救护人员来看，这个现场很紧急啊，完全能够感受到这张照片充满了各种的情绪，厉害厉害，真的是厉害。好，再来这张照片，一群热血青年出去玩，然后拍的照片。先不说这个主角他想要修改哪里，我就讲一个，你他奶的，你这个人吃的太夸张了，你觉得还有抛出你这个照片之后，影片被ban掉啊？左边那一个，对，就是你啦，最左边那一个，应该说是左边手的第二个男生，你那已经快变成女生了，绑架啦 ！YouTube 很严格啊，有勾就不行啊，他已经快有勾了，现在帅没了。再发展下去就出现勾了，不行不行。好了，那主角到底想干嘛呢？就是拍照时啊，左边的阿婆一起入镜了。这么一个热血的情境之下，怎么可以有那个阿婆呢？钱包把那个阿婆给弄掉吧。OK， 神人出手啦！这一次神人出手呢，更厉害，更进阶了。他让这张照片啊变成会动的照片。他不止没把阿婆弄掉，他也帮他换了一个位置。而且这张照片，阿婆的手在干嘛？他的左手在干嘛？这难不成是在上演什么野战吗？天哪，我快崩溃了！亏这男生胃口这么大，竟然可以让阿伯来帮自己这样子。没事啦，没事啦，他其实阿伯是在帮这个男生洗脚了，有没有？再来这一张，一个男生骑着电动机车，上面载着满满的柠檬。但是他觉得有这个柠檬啊不够帅气，原本嘛这个模样是还挺好看的，但出现柠檬就是那么煞风景，希望能够将它消失。哎，画面真消失了，但是怎么出现了另外一个女生来？这个女生还在做那件事情，不行啊，我干了，这太屌了，她怎么跪在那里的？那前座的空间有那么大吗？我要买一个屁的，不是啊，给她太强了啦。这个男生拿了照片，不晓得他是会觉得啊，终于消失了，还是觉得哇天哪，事情更严重了。结果这照片被这样的女朋友给看到，哇，他今天晚上别想安稳度过这个夜晚了。哎，还是说他其实更爽了呢？原本嘛已经单身万年了，从来没有一个女生跟我一起入境，哇、啊，现在终于有一个了，我好爽啊！希望各位这个单身，哎，莫又突然想到，这样子万年单身的人啊，以后你们也可以po出一张你自己的照片，然后请求神人帮你们跟另外一些女生 P 图在一起，这样子呢，以后就可以拿张照片啊，去跟你的其他亲朋好友炫耀，你看我有女朋友的，而且很漂亮啊。然后当你炫耀完，你的朋友都羡慕完，你晚上回家再自己躲在房间里面暗自啜泣就好了啊。再来这张照片，一个老男人啊，中年男人还跳起来，非常青春哇，看那个笑容真是笑得像个孩子，要说多纯真就有多纯真。那这个人他觉得不满意，我这模样啊真的是有点笑过头了，我这个男人的威严啊一点都没有了，请求神人帮我把张照片改得霸气一点，我要的是霸气不是稚气。好了，于是乎神人帮他弄着这一张照片，哦，直接被霸气踢下高楼，还笑得这么开心，是怎样？不怕死就是霸气是吗？我不懂这一个 P 图神人他的逻辑在哪，但是我觉得这张照片我给100分，太屌了啦！不过另外一个让我比较好奇的点是，为什么这一个神人他把这张照片的右下角给马赛克了呢？哎，这让我反而比较好奇，这右下角到底藏了什么东西？这里有一个人在水旁边拍的照片，他的照片是说啊，后面有个奇怪女人，不知道对那边冲他笑，可以帮他解决吗？我先不说后面那个女人在干嘛，我也看不懂你这个人在干嘛。你这个人究竟是想要跳下去，还是想捞水起来喝？看你那个脸，感觉你又要想要在这里面做坏事一样。你想在这边偷尿尿，还是想在这边做起来坏坏的事情啊？于是乎，神人再一次出头，他把这个男人直接劈到那个后面那个女生旁边，两个人一起在那边做奇怪的事情，就不奇怪了。太强了，而且照片前面啊，这男人消失的位置呢，背景看起来都一切非常自然。我觉得这个修改的功夫啊，真的是厉害啊！真的是太有创意了。那诸如此类的照片呢、啊，还多的是。
如果各位喜欢的话，请留言让我知道，并且按赞，越多赞我就知道越多人想看啊。如果够多人，我再拍下几个各位看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了，记得订阅墨镜哥 YouTube 频道，别忘了打开铃铛，这样下一集影片才收通知哦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的名称，请按给他们一分钟，然后再把墨镜哥影片再见了 ，See you tomorrow， 拜拜。